宾，翻身掉头，好球，科尔宾。传给了科尔宾，最后一分给一回。科尔宾是好球，传给篮下的伊贝奎。国际高中生是26号，就刚刚单手暴扣，26号。旁边给干扰掉了，这球应该是没有冒，应该是有一个干扰。这个 Freddy 想谁能拿到冠军？陈林坚没打，在禁区。坚说，刚刚我去问他了，坚哥说的是应该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这是南阳。两发球中，赵一鸣发了三分的，一分的分差。没有分享直播间，大家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，这个篮球群，各位篮球爱好者。之前两支球队的就是一胜一负，